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84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世系列的 Lockdown 禁闭，它在台湾已经推出应该有数个礼拜了，但是呢大缺货，那包括我自己订的那一个呢也没有到。那今天跟大家拍节目的这一款是前一周在台北内湖的美丽华有一个变形金刚40周年的一个活动吧。那我的朋友齐辉哥呢，在会场上呢，算是起了个大早，那去算是抢到了一只了啊。那其实现场的话呢，一开卖没多久，也都全部卖光了。那非常抢手的一款玩具。那我一开始也是始料未及啊，因为呢，我觉得它应该只是一款改模的玩具吧。它是先前的这款乐色星人的一个改色小改模。那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它的供货会这么的少，或者是说它的稀有度会这么高了啊。首先它的配件不一样，它的这个巨大带刺的轮子在这一回变成了禁闭非常有代表性的武器，一个倒钩。还有呢，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脱钩也变成了是两管的这个武器，你可以说它是手炮，你也可以说它是手枪，甚至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身上膝盖骨的位置，待会变形的时候会给各位做一个展示了啊。然后呢，就整体的涂装来说，因为禁闭它是黑色啦，所以说两者的风格因为相差很大，那我觉得两个都很不错。因为呢这一款乐色星人的话呢，虽然没有银漆，可是它整体的风格我觉得有一种哑光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我这一款我记得我好像有喷过消光漆，我有点忘记了啊。因为乐色星人的这几个模具我都蛮喜欢的，我可能有给它消过光了。而这款禁闭的话呢，除了银漆啊比较丰富之外呢，它的这个因为是黑色的关系，所以它身上的裂缝感觉就不会那么样的明显。它的车窗的部分，这个的话呢应该是红色的装甲把它覆盖起来了啊。那么身上呢全都是带刺的一种风格，非常侵略感非常强的风格。那我们来对比一下我手上的 Lockdown 啊，电影四的那个我们就不提了啊。不管是哪一款 Lockdown 呢，都一样是有带刺的一个外壳，而且的话呢都是绿跟黑为主要的色调。再来就是它的引擎上面都有外露的，引擎盖上面都有这个就外露的这个引擎部分，都是一个 muscle car 的一个样子。那么呢，它的后面的话呢，三款的造型呢，则是都是完全都不一样。这一款08动画的这个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巨大的尾翼的，后面的话呢是一般的这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设计。而这一款09的这个Deluxe Class 的话呢，则是强调它的一个排气管啊，都是有一个 power 的感觉。而我们传世的这一款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比较烂尾了，后面就基本上就不像是一个车子的一个尾巴的一个形态，车尾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它后面多了这两管的这个造型的话呢，似乎有一个后方有一个很强力的推进器了。而先前的这两款，你看它的轮子都是带着尖刺的，这个感觉就更加的恐怖有威力啊。那但是我们这一款非常可惜的，传世的这个两侧就没有了。那排气管的部分的话呢，则是以这两款感觉是比较嚣张，特别是传世的这一款直接的话呢是让它外露上去了。那么这个传世的一个滚动性的话呢还算可以，它的轮胎的话呢是一个是从外面这一圈在转啊，它里头的这个轮框是不转的啊，这个设计跟一般的这个整个滚动的轮胎稍稍的有所不同了啊。好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Lockdown 的一个变形啊。这些配件的部分呢都先把它给去下来，这个钩子都拿下来，后面的这个配件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那它的一个卡扣是比较紧一点了啊，加上呢它本来是一个是可以拆解的一个造型，所以说在变形的过程中啊，手脚去断掉啊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这一片呢给分开，往两侧翻上去，然后呢这个腿的话呢可以往下放一点，两侧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脚板把它给翻出来啊，这边两侧都是一样的，把这个脚板给翻出来了啊。
再来的话呢，手部的话呢，中间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把它给松开。我这个 lockdown 的话呢，可能玩具比较新还怎么样，扣的比较紧啊，啊，中间有一个这个结合的一个锁扣，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把你看这个手啊，这一片的话呢，这个手这里容易松脱啊，是从那个垃圾星人的时候呢就已经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啊。那垃圾星人的那一款的话呢，我的一个这个 C 型扣啊是更加的松啊，所以说变形的时候喷溅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啊。好了，这个手的话呢，这样子把它给翻出来，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啊，这一片是一个双动关节。那 lock down 的这里的话呢，我的这一款这边啊真的是非常的紧啊，要很用力才能把它翻出来。好，翻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整个这一片部件给往上面这样翻上来，它会变成一个人物的一个胸甲。那手臂的话呢，先把它给往下放下来，胸甲的话呢往前靠，然后呢这个地方黑色的这个凸，对，黑色的凹，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卡进去，卡住一边之后呢，另外一边应该高度就对了。那这个地方一样呢，顺势的把它给转到正前方，拳头的话呢再把它给转正啊，都是黑色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好，那下半身的这个腰部反转180度，那么后面的这个翅膀两侧，这里是一个左右互相咬合的啊，选了一个特定的角度之后的话呢，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 Star Rider Lockdown 它的机器人的形态。那我直接的话呢，先把我们09年的 The Last Class 的玩具呢拿出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它致敬的对象呢就是09年的这一款。首先在头雕的部分，它的头部呢上面有一个这个特殊的尖角，还有这个地方应该是脖子或者是说下巴的位置呢，有两根横向的这个尖刺，跟这个头的话呢跟这个尖刺是完全一样的。而眼睛的颜色呢，先前的这一款呢是有一个橘红色的透明件，非常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款的话呢则是一个涂装，而且是偏向红色。那原本的模具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可以动的脖子，那这个已经 cost down 之后的版本的话呢，我们就不多提这个比较了。那我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把有带着土黄色或者是铜黄色的这个放在这手，也是因为致敬到说它原本的这个模具的话，09年的这个模具呢，它有这个铜色的部分也是放到这个右手的这一块的。那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腿部，这个长度的话呢相差非常的多，而有一个应该也是他们官方自己呢有放出一个把腿部加长的一个变法了啊，就是呢我们要把这个腿部的话呢给这个拆除掉，拆除掉之后的话呢，把这个 lockdown 的这个腿啊给装上去，然后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接上。左右腿的话呢，你要用哪一边接哪一边，这个没有一定了啊。那因为装上去之后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倾斜的角度，所以说呢玩具呢会变成是有一个chicken leg 一个鸡爪型的一个腿。我个人觉得以他自己能够延伸出这个部分来把自己的腿加长，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个形状坦白说还真的是不难看。但是这一来的话呢，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这个钩子的话呢会变成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除非说你把这个手给拽下来了啊，那这个钩子变成拿在手上感觉就好像逊了很多。我们把这个原本的基础模具这个乐色星人这款拿出来，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同样的模具，那你干脆就尽可能的让它们显得不太一样，你就可以发现这个身高除了变高之外，整个一个体型的一个带来的一个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了啊。那这两者的话呢，你只要知道它是相同的模具，但是它改了一个胸口头雕的部分，那脚的话呢其实也都是有做修改的了啊。所以说吧，就虽然是一个改模，但我个人觉得它带来的乐趣度呢还是比较丰富不一样的。那我们就顺便的呢也把这个08动画片的这一款呢拿出来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你会发现呢这个是以前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哦，居然体型是这么样的一个高大啊。那我看还是这个也摆到这里好了，这样子 OK， 你可以直观的感觉到说这个腿部呢还是有必要给它做一个增高的。
那背后的部分的话呢，也给各位看一下，因为我习惯的话呢，是把这两个推进引擎呢，给放到后面。那它的可动的话呢，也给各位做一个小展示吧。头部的话呢，不是球关吧，就算视野转动非常的有限，基本上只能左右转了啊。手臂的平举啊，基本上呢是勉强，差一点会打到头啊，应该说打到了，但是影响不是很大。二头肌的转动的话呢比较尴尬，因为它的这个 C 型扣啊，我个人觉得咬合力度呢并不是非常的紧，有时候可能会脱落。腰身也是可以360度的转动的，脚前后踢没有问题。那膝盖的话呢，由于这个造型，如果你接了这一块啊，它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受限，没有办法折到90度。那脚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啊，这里的话把它插紧一点，脚踝啊有一个接地，而且脚底板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呢，虽然说腿部增长，但是玩具本身站立性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在细节方面的表现的话呢，有一个不是很明显的狂派的标志在胸口了啊，虽然我不知道说Lockdown 到底是不是禁闭啊，不过以往你看后面推出的这不对，前面应该说前面推出的这两款的一个玩具啊，身上也都是有狂派标志的啊，所以就当做它是本来就有的吧啊。那也透过这个新的传世的这个玩具啊，然后又让我翻出了这两款老的禁闭来把玩啊，也不禁感觉到时间飞逝的流快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